好的，那里是最佳观赏，我们走这边吧。对，走这边。对。他们都站这儿了。对的。你看，就是大家从休息室纷纷出来，占据了一个好席位，就想近距离的看一下大家 freestyle 的感觉。好。坐前面吧，靠近一点，看着更刺激。那咱们走。好。你想坐哪？你想坐哪？坐前面吧，坐前面。坐前面。对对对。这邓亚萍老师、哎、好啊，老师您坐那吧。今儿全来了，打招呼，哎，来打招呼吧，给大家全部能拍到吗？现场到，就是灯光里面死亡。你们比赛全打完了吗？全打完了，衣服不来啊？哦，您坐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又多拿一块没有啊？没有。可惜了今天的射击。说你呢，我就说你呢。我昨天看见你那冰舞。冰舞是吗？有点胖，我觉得胖倒不胖，有点硬。我紧张。你先，老师坐，坐这儿啊？他坐这儿可以吗？哎，不过还不错，挺美的，穿得好看，明显看得出啊，刚学的吧？这个光让我们做是直播，挺不容易的。老师，我们拍个照片嘛？哎，可以吗？我这个手拍的太过分了。于兆和在干嘛？蹭合照。我给你打光，我给你打光。这个光有点小。是蓝的，是蓝。我给你打光，我给你打光。来，可以不？你再过来，你要这样，哎。好点，哎，这样。哎，关了灯光。对不起。我来帮你拿着。好嘞。我来帮你拿着，来。你看咋个打亏？这个灯行吗？可以。你手机往上扬的，手机往上扬。我再拍一张。你手机往上扬的。这样。这全顶光。全顶光了。重新来一张，重新来一张，最后一张。好。还可以。这行照到我了。